在前面。每一只狗，每一只熊，每一只乌龟，每一个人，如果都活着的话，都还拥有着自己的世界，对吧？然后在我的世界里面比较没有时间，但是就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可能几年以后我们还会回想起在这里的时光。18个人，那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，但这就是我的世界观。那大家有爱自己选择所爱的方式，然后也有可以影响的人，我们做一些不特别做什么，但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。就像策办这个活动的伙伴人桑姆，他可能也没有多想些什么，但我们只是有一些想法，觉得应该被知道，应该被听到。那我们能做到就只有这一些，那你们一定也有可以做到的事情吧。